给他介绍一下这个产品。对对，对，是。你好。你好，对，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。是这样，这边是有两款机器人，首先先给大家介绍我手头这一款机器人，它叫。Set your camera out just a little bit, like this. Okay. That's good. Okay, okay. No problem. It sees all around. Okay. 我就用中文就好。中文，中文。Okay. 然后这款呢是具有游戏编程机器人，它这边是自带一个摄像头，所以机器人看到的画面会实时的传到手机上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玩法模式有非常多，那其中一种就是单人的模式，我们可以配合着我们的同伴一块去玩，就是通过。玩法体验，而且呢，两台机器人还可以这样子互相的 PK 对战。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第一款机器人，是这个体感操控的机器人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腰间的这个控制器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台大一点的机器人，对，而且呢，它这边是有一些武器的搭配，可以装备。Okay, that's it. You wrapped up your video. Very good. And